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庞老师。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一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。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，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89题，依然是没有文字表达的，让我们先来做一做，来看一看。好，一个桃心加上一个笑脸是12，然后两个桃心加上一个笑脸是16。那么我们通过我们可以把这里编成equation 1 equation 2。 我们通过第一式和第二式，如果我们将第二式减掉第一式，其实我们很清楚看到的是一个桃心它其实是等于 16 minus 12 is 4。 所以说，哎呀，这个问题就是问一个桃心是什么样的 value， 所以说我们现在直接填上4就好了。这道题非常简单啊，读完就做完了。